提起挪威呢，好多人仍然记起古时戴牛角头盔的维京人。咁今时今日呢，挪威仍然是全球自杀率和堕胎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一班加尔文罗修女呢，就特登由冰岛移民去挪威的北部。那里呢，全年的平均气温呢，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是低过零度以下的，在那里起修院。咁究竟北极圈和隐修院两样嘢有咩关联呢？我哋睇下呢个发生喺北极圈嘅不平凡故事。由于挪威北部的修女越来越少，我已经邀请了德兰修女的修会来，他们已经接受邀请，还答应来，但是最后都没有兑现到。之后的情况是冰岛的加尔默罗修女想开展新的基地，因为那里的牧民工作并不是一个修会能够应付得来，所以我邀请他们来，因为我觉得宗教生活中的默观部分对整个教会是非常之重要的，而且现在我们还有其他的需要，特别是灵性上的需要，这个是重点所在，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间默观隐修院，令人觉得生活不是只是为了钱，我们还可以为这个世界出一分力。
我哋接手呢個工程呢，就好似以前一樣。我哋喺報紙上面睇到有關蔡素將會興建一間隱修院嘅啟示，好似以往一樣，會要求有關方面將解釋建築工程嘅文件寄俾我哋。當我哋到達興建隱修院嘅地點嗰陣時咧，佢引發我哋好多嘅反思。一般人同我自己對隱修院同埋修女嘅印象咧，都比較模糊，同埋覺得距離好遠。所以我第一時間咧就諗起，我哋將會去到一笪既黑暗又陰沉、帶啲神秘感嘅地方。所以我哋恭恭敬敬咁出席第一次嘅會議。可以话，当时丹最初接触我哋，话我哋只会开始兴建一间隐修院嗰阵，我的确有啲难题。我仲想为呢个计划提出一啲较为特别嘅建议。我起初真系唔系想参与呢个计划嘅，但系冇办法，呢个工程我哋一定要接手嘅。正如我先前所讲，呢个系我从事承建商以嚟最满意嘅工程。我只系北挪威承建工程，呢个真系一次珍贵嘅经验。当我哋喺修葺屋顶同埋灌浆嘅时候咧，听到从隐修院中发出唱圣诗嘅歌声，呢个经验对我哋所有人嚟讲都系非常难忘嘅。日头工作嘅时候咧，我哋并冇留意到其他人为我哋祈祷，以及将我哋包括喺祈祷度。我哋对呢啲人根本唔系太熟悉，但呢个只系好多事当中其中一件我记得起嘅。嗰啲修女话俾我知，佢哋会为我哋、为我哋嘅家庭同埋我妈妈祈祷。呢个系一啲我哋所经历嘅其中一件事。我都有同感啊！我记起一幕好有趣嘅场面，当工程刚开始，挖掘机啱运到地盘，负责挖掘嘅男士叫何思活，当时啲修女咧聚埋一齐倾紧喺边度种马铃薯，因为佢哋对于种马铃薯有啲疑问。咁何思活对修女讲，佢可以为佢哋喺高地上预备一块田用嚟种马铃薯嘅。啲修女回应好劲啊！你为我哋预备一块马铃薯田，我哋将会为你喺天国预备一个位置。我最难忘的是他们来到挪威蔡素这里开展一个新的团体，同时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敢于前来，是他们之前是没有人来过的。当知道有十二位修女从冰岛的修院来到这里，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城市，为呢度嘅人祈祷，我觉得真系不可思议，真系了不起。加尔默罗修会的隐修生活是两面看的。一方面，这个团体是生活在一个特别的修院，而另一方面，他们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与主深深结合。所以每个修女都用一定的时间，单对单与主相处的。我知道加尔默罗修会属于其中一个最严规的苦修会，苦修院里头有铁栏分隔修女和访客的，一般人要透过隔山才见到修女。我觉得这样对大部分蔡素的非教友来讲呢，
是不可能理解的事的。我们起初都不明白，后来我们逐渐地欣赏到这里的人在第一次和我们接触之前所要跨越的一个大缺口。他们在求学时期就被灌输宗教是他们最大的敌人，耶稣会会士是人类最大的敌人，而天主教会甚至成为天主教徒，是一些可怕的事。现在由于一般人对不是和宗教的包容性越来越大，对个别宗教的偏见越来越少，但是直至现在仍然有人敌视天主教信仰，这个是挪威人一贯的错误思想来。好肯定，无论我接触哪个阶层的人，无论是中学生或者小学生，他们很多时候都会问我关于加尔默罗修会的事。他们是什么、你怎么看他们、大部分的年轻人一方面觉得他们很陌生，另外一方面又对他们很感兴趣，这个是很不寻常，是我们正常生活以外的体验，一些并非在电视常见或者在任何其他地方会发生的事。他们很想知道他们过这种生活的原因和目的，因为这些都是他们不明所以的，这些亦是报章没有提及的。例如他们一开口就问为什么他们这么年轻，他们会不会在这里被抢走、主要是男仔喜欢问这个问题，为了讨啲女仔欢心。我们应该记得有超过500年的时间，挪威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和天主教从无联系，天主教对他们来讲很陌生和不寻常。一栋不可以穿越的围墙已经筑起了，即使今日仍然很困难，甚至不可以打开这栋围墙的缺口。这个是一些超越年老的人所理解的，即使那个人可能同时是一个天主教徒。我们对这点是难以理解的，但对他们很多人来讲，身为一个天主教徒和魔鬼是有相同意义。这班加尔默罗修女，他们的祈祷和他们的默观团体生活，究竟令到这个北极圈的地方和他们的居民有什么改变呢？我们继续看看。我的睇法是，我不相信一间隐修院会随便地去揀地点的。很多时即使是一间隐修院，都会同外界有一定的接触，从而得到思想上同灵修生活的交流。这类隐修院很多时透过散发灵修力量而发挥效用，同时对社会亦有积极意义。这个就是隐修院一直以来在赛素所扮演的角色。我想大部分来过这个隐修院和他们接触过的人，并且从中得到力量的，都是非天主教徒。冇错啊，嗰啲挪威嘅天主教徒一直对喺赛素发生嘅一切都好有兴趣。当我喺挪威其他地方遇到一啲天主教徒，佢哋都会问班加尔默罗修女同隐修院嘅近况点啊？佢哋对啲修女同隐修院嘅近况都好关心，所以就系咁，呢、这个习惯就由所有嘅挪威人、所有挪威天主教徒延续落去。当我们去到奥斯陆、卑尔根、塞勒咸或者其他地方，他们第一件事就是问我们隐修会近况怎样，个个都很想知道关于加尔默罗修女的事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被问为什么修女会来这里，为什么要浪费钱。我们的主教成日都强调一件事，就是当一个人一旦身处某个地方，他一定会看得见周围发生的事。那当然了，如果一个人对修道生活有所认识，
佢一定能够睇到当中嘅意义嘅。主教讲过，我向其他人传教，佢哋活出信仰，就系呢番说话令我哋负起呢个责任。呢一个系一个好实在嘅承诺，正确嚟讲系融入挪威嘅文化。而家越嚟越多人知道，唔使事先通知，随时可以嚟探访我哋探访修院。逐渐越嚟越多人，佢哋嚟修院嘅会客室探访我哋。Can you focus it? No? No, you can't hear. I can't hear. I can't hear.卫理教会传统并没有隐修院修士生活的，特别是加尔默罗修女的那种默观生活，所以这三年间我认识到他们，更加明白到生活在祈祷生活中所带来力量的意义。对于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来访和要求代祷，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大发现。其他人可能不知道，甚至已经不记得了。我记得有一天有一个基督教牧师走来问我，是不是很多人要求代祷？因为这么多年来未曾有人要求过我为他们具体的意向祈祷的。冇错，牧师佢哋嚟过，其他人亦嚟过，有好多原因嘅，例如倾下偈或者系参加活动，一齐诵念日课或者晚课经，但系佢哋唔愿意公开圣灵，佢哋嚟参与复活节周嘅庆典已经成为传统。我哋会教有啲来访者点样祈祷，内在嘅祈祷，呢点好重要嘅，佢哋想加深佢哋内在祈祷。虽然这个力量是来自加尔默罗修女，但是始终是修会遗留下来的。多得神圣的力量，我们希望透过每日基督徒的默想，帮助他们更加接近主。举个例子，有一天有一位基督教的牧师走来，他要求我们为他的妻子可以怀有 BB 而祈祷。他告诉我们知可以做的事情他已经试过了的了。最后他想到来这里要求我们为他代祷。他说我们知他是没办法才有这个决定的。他藉着祈祷期望能够变得更加谦逊，能够有勇气来到这里要求天主教修女为他代祷。我们对他说，假如是天主的意思，你的孩子就会出世，如果不是，即使每日祈祷都是徒然的。当然了，我们有为他的意愿来到祈求的。最后个 BB 终于出世了，他们在回家之前直接在医院带个 BB 来探我们。现在呢，他们无论几时都会来探我们的，还告诉我们知这个小孩子是因为我们的祈求而得回来的。好巧合，这位牧师还接受了我们给他的念珠，我们告诉他知怎样用这串念珠祈祷。他说他时时都会用这串念珠祈祷的，但他每讲一篇道理他就手持念珠。他对于祈祷特别是念珠的力量有极大的信德。
透過在這種環境生活和每天接觸到的人，我們發現自己對於生活的目標更加清晰和更加具體，這樣對於有需要保護一些未出生的兒童的生命是一種肯定。 AAN 是一個私人組織，20年前已經成立的，那陣時挪威將會自決墮胎合法化。挪威每年有15000宗墮胎，這20年來墮胎數字漸趨穩定，除了過去幾年有輕微下降之外，而塞數是挪威其中一個墮胎數字最高的地區。這些女性可以隨時聯絡我們的，她們透過報章一些介紹城內最新動態的文章而認識我們，是不是？主動權完全在她們那裡，這點完全在我們預算之外。所指的是她們沒有要求一次過的靈性支持，相反，他們需要的是一個長期的合作夥伴，就是我們應該在他們的工作中和在有困難的問題上成為他們靈性上的支柱。我們至少是以提供實際的幫助來出發的。我們呢是有一個傳統的，就是修女他們會將他們繪畫的蠟燭交給我們，而我們呢就將這些蠟燭呢交給那些第一次來又剛剛生完 BB 的媽媽。蠟燭是這修女為我們而畫的，我們畫蠟燭是不收錢的，這是強調我們在靈性上的貢獻。當我們畫蠟燭的時候，會為個別的媽媽祈禱的，我們知道透過主的調解得以畫上數以百計的蠟燭，這是表示那些剛剛孕育的新生命已經領受到主的祝福。啲修女俾佢哋画嘅蜡烛，我哋可能因为佢哋对有咁多小朋友嚟探访，觉得好开心啦。冇错，咁对嗰啲领受咗蜡烛嘅妈妈，以后睇到啲蜡烛喺边度嚟，的确系一件好事。我哋做咗呢份工已经有8年时间啦。今年复活节，呢个组织嘅同事会准备俾一个惊喜我哋，呢个就系一个大惊喜，因为佢哋嚟探我哋嗰阵，会带埋一般挪威人称为新鲜出炉的妈妈嚟，即系啱啱生完 B B 嘅妈妈。佢哋自己亦都承认，能够有 B B， 全因为啲修女为佢哋代祷。呢个聚会令到人好感动，啲妈妈睇到我哋点样生活，我哋生活嘅方式令佢哋留低好深刻嘅印象，一个充满奉献嘅生活。佢哋睇到我哋所讲嘅并唔系空话，我哋背后系以实际嘅奉献生活支持，每日都系咁嘅。而另一方面，呢一刻我哋欢庆迎接新生命的来临。实际上，我们修院已经成为一间小型幼儿园了。是。挪威的塞數目前仍然是北歐其中一個最多墮胎數目的地區之一。加爾密羅修女用祈禱和用行動去關懷墮胎婦女，祝福每一位的小生命。睇俾修女的歌聲和笑聲，為這個全球最凍的地方帶來溫暖。下一集我們會回到香港，我們看看天主教會的9個朝聖景點。下星期同樣時間，他的足跡繼續見面。 Shall we?